再教你一个不错的技巧，拿一些彩色的粉笔或者是粉蜡笔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球，看，普通的球，静止的，一动也不动，什么也不做，你看看。对，那这个呢，是半颗球，对吧？半颗，好极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像这样一抹，你看，对，它变成了一颗空中的飞球，不错的技巧，对吗？效果非常好，而且很多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样的效果，只要你画前半部，然后一抹，就是全速前进了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画画看吧。我要再使用到粉蜡笔，你可以用粉笔、炭笔，任何可以涂抹的笔都行，只要画图片的前半部分。我要画在滑雪的人，所以我先画出他的外形。对，先描好他的形状就可以了。我现在只需要画出他的前半部，看，把他的前半部画得色彩鲜明一些。对，他的手臂，因为滑雪衣的颜色总是非常鲜艳的。很好，就像这样画出他的滑雪裤，非常漂亮。当然了，还有他的滑雪靴。同样的，只是画前半部，然后我要帮他画上一个手套。对，你能看清楚那是绿色吗？我要再加上一个安全帽，防撞头盔，接着呢，就是他脸的前半部，就像这样画上去。对，还有一副滑雪眼镜，看，好极了，只画前半部。接着画他的滑雪装备，雪橇在这里，前半部就行了。图片的前半部分完成，如果你要他全速前进，只要来画他的方向，看，轻轻的一抹，哦，突然间他变成了全速飞驰或者往山下冲呢，好快呀，哈哈，太棒了。这就是全速前进的半幅图片。哦，天哪，他速度可真快，不是吗？任何你想要加速的东西都能做成这样，例如溜滑板的人，或者是骑马的人，甚至于大袋鼠。自己动手做，画一幅一半的图，再抹一抹，让它全速前进。哦，太棒的创意作品，画一幅一半的画，然后再抹一抹，好让它全速前进。嗨，我知道另一个让图片全速前进的方法了，我把它放到赛车里去，哇哈哈哈。